大佛顶如来密因修正了义，诸菩萨万恨受能言经，监印法师慈悲，诸位法师、诸位同学，阿弥陀佛！阿弥陀佛！请大家打开讲义第七十三面，忍三明十二处信。 我们在行菩萨道的时候，啊，最大的问题啊，就是古德所说的啊，勇猛心易花。但是恒常心难持。当我们花心在修息一个波罗蜜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有一时的热情去做这件事情。 但是我们遇到内在的身心的障碍，以及外在的魔障的时候，我们就很容易退转，就这是一个很难保持一种相系的力量。那么本经呢，就探讨为什么每一个人在发了菩提心以后，有些菩提心是非常的坚固，有些菩提心是非常的脆弱，因为他们所依止的根本是不一样的。 当我们的菩提心是一指一种啊外在的事项，我们看到某一种假象非常的美好，而发起的菩提心，但是这个假象是变化的，所以它变化的时候，我们的菩提心也就受到了伤害。所以本经说呢，一指事项所化的菩提心，谓之攀岩心。 这个攀岩心是非常的脆弱的。那么反过来，我们花一个菩提心，是一直一个道理，一个真实的道理。这个道道理是不会变化的，所以我们这个菩提心会特别的坚固，所谓的守楞严王啊。所以在本经当中呢，佛陀在前面的三减半呢就。 根据种种的善巧啊，你必须在你身心世界当中的真实的道理，要把它找出来。啊，所谓的会是入理，宇宙间的道在哪里？道是无所不在的，就在我们的身心世界当中。啊，那么我们把这个道找出来以后，我们依止这个道来修习种种的善法，就能够成就不变。 而随缘，随缘而不变，啊，有所坚持，有所随缘，啊，以不变应万变。那么这个时候，我们的菩提心呢，就非常的坚固，就能够因为这样的坚固的菩提心而成就如来的密因，也因为这种坚固的菩提心而成就诸佛菩萨的首楞严王，啊。 这个是本经的一个重点，就是你一个初学者，你一定要把身心世界的道，把它找出来。好，好，我们看明十二处性。这个处呢，就是一个处所。这个十二处包括了内六处，啊，所谓的眼耳鼻舌身意啊。 那么以及外六处就是色身香味触法。那么前面的六入只是掖着能分别的心来安利，那么这当中呢，把这个人分别的六六入呢，又开出了一个人所的差别，包括能分别的心，以及所分别的境。啊，内处呢是能分别的心，外处是所分别的境。啊。 那么从这个人所的交互作用当中呢，我们去发明它的一个中道的实相，叫做十二处性啊。十二处是生灭变化的，但是它的道却是不生不灭的啊。我们看第一科的总真，看经文，复次阿难，银河十二处本如来藏妙真如性。 那么这个时候，佛陀又招呼了一声，阿难说：“啊，我说为什么十二处？那么当六根去攀岩六层的时候，产生的这六种的作用啊，那么它的本质当下就是众生本具、诸佛所证的如来藏妙真论性呢？为什么它就是一种即空即假即中的的一个中道实相呢？” 那么这一段维大师说呢，前面六根它的重点在一个能分别的心啊，就是眼耳鼻舌身意。那么这个地方十二处呢，因为前面的六根佛陀已经是啊，可以说是破妄显真过了。那么这以下的这一颗呢，十二处啊，其实是针对于外六处啊，就是对的这个色身相会触法六尘啊，来破除它的相状是希望的。 而它的体性是真实的，所以这以下的六段呢，其实主要是在掖着啊外六处，啊，就是色身香味触法来安利的啊，这一点做一个说明哈。好，那么佛陀提出这个问呢，我们也看佛陀怎么回答，看魁二的别释，这底下六科：一、明色以见即藏性；二、明听以声即藏性；三、明嗅以香即藏性。 是名常以味及藏性，五名身以触及藏性，六名意依法及藏性。我们看第一个，子一名色以见及藏性啊。这个色尘是一个外处，见呢是眼根中的见，它是一个内处啊。那么见去攀缘色尘，产生一种相互的作用啊。但是它的。 本质当下就是众生本具、诸佛所证的如来藏妙真如性啊！我们应该把它的道给观察出来，那我们才能够从这个道当中呢，去成就我们的如来密因，成就我们的手楞严网啊！那我们从眼睛就看到一个色尘，比如我眼睛看到一个花的时候，我们怎么去回光返照它当中的道呢？ 我们看佛陀怎么开眼，啊，怎么引导我们啊？看第一段，阿难如且观此奇陀树林几诸前池，以意银河，此等为是色身眼见衍生色相，啊。那么这个地方，先把这个内外二处啊，先把它标出来。说是阿难，你呢，姑且啊，去观，啊，这个观就是我们的内处了。 我们根据我们眼根里面那个剑的功能啊，去观什么呢？去观察其陀花园当中的树林，还有种种的泉水跟池水。那么这个观呢，就是一个内触；那么这个花园的树林乃至于池池水、泉水呢，是一个外触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内触去接触外触的时候，内坏的作用。 就产生了一个因缘所生法，啊，因缘所生法啊，这样的一个作用就显现出来了，这样的假象也显现出来。好，那么佛陀就问了一个问题说啊，你内心的意识如何呢？那么这样的一种内处跟外处的作用啊，你用眼睛去欣赏这个树林，你用眼睛去受用潜水的时候啊。 你看到了很多的树林，看到很多的泉水，内心感到欢喜。那么这种景象呢，是怎么有的呢？说这个景象呢，是从色程升起眼见，是色程引申的。你因为有外处的色程，才引申了你内处的眼见，或者是内处的眼眼见去升起外处的色程。 啊，到底是谁生起谁？好，提出这个问啊。那么谁生？意，是谁把谁生出来的？哈。好，我们看第二段了啊，就说明这个其实这个妄相啊是没有字体的啊。看这个第一段：阿兰若复眼根生色相者，见恐非色，色性应消，消者显化，一切都无，色相即无。 随明空直空亦如是。说我们眼睛看到树林，说是眼睛，因为有眼睛，所以才出现了这个树林。所以我们产生这个树林的影像啊，是眼睛把这个色程给生出来啊。说是假若是眼根的剑升起的这个外在的色程，那这个有问题了啊。 那么眼睛能够升起色尘，眼睛就变成了色尘之本，啊，那么这样子呢？当见空非色，色性营消。当我们眼睛不去看色尘、看虚空的时候，那虚空不是色尘啊，虚空是没有形、没有色法啊。那么星空是没有色的，它不是一个色尘。那么这样子呢？色性营消。 那么这个时候，所生的色相应该消灭，而且人生的色性，这个色性指的是谁呢？是眼根，因为它是升起色法之本嘛。前面说过哈，眼根升起色尘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既然所生的色相不存在，人生的眼根也应该消失了。那么如此的能见的眼根所见的色尘都消失的话呢？ 那么这样子啊，这个时候能见所见呢、啊、就完全消无了，都消灭啊。那么色相既然消失，谁名空子？虚空必须有色尘的对比才能够显化出虚空。色相既然消失的，那虚空要依止什么来显化呢？那就没有所谓的虚空了。所谓的虚空是由色尘来对比，才有虚空的存在。 啊，所以说呢，有眼根升起色尘是不不合理的，因为你在看虚空的时候，色尘消失了，那么眼根也消失了，那么虚空也就不能安立的啊。那么空亦如是啊，说是说是眼根升起虚空啊的道理，也是这个道理的啊。所以眼根是不能升起种种的色程啊。 好，我们说那这样子，我们看到这样的一种树的影像，是射尘引身剑才有的啊。我们看看第二段啊。若复射尘生眼见者，观空非色见即消亡，亡者都无神明空色。说是外在外处的这个射尘啊，它决定能够升起你那一处的眼根之见。那当我们的眼根啊，去见到虚空的时候。 那虚空绝对不是色相呢、啊，因为虚空是无形象的，所以观空非色。那么这样子呢，能见的眼根的功能就消失了。那么王者多无。那么既然眼根消失的，能见的眼根消失的，那么神明空色。那么所见的虚空。 跟所见的色相，又有谁来发明它呢？啊，你这个眼根都不存在的，那么这个所发明的所见的空色也就不能够显现出来。所以色尘来升起见也是不合道理。也就是说呢，既然是因阳所生法，它的意思就是说，要么有两个都有，要么两个都没有。 啊，这个在伪视学上说啊，所以我们本来如果来藏妙真如性是一个体，像一个蜗牛一样，但是你念头一动，动就是一个业力。那么蜗牛这两只脚是同时存在的，你要么两个都没有，要么两个都有，所以人见的眼根跟,跟所见的色尘是同时出同时出现的，不能够说是。 啊，谁把谁生出来？不可以这样讲。一个没有，另外一个就没有了，叫根尘同源。根尘同源的道理就是这样啊。所以你说是谁把谁生出来，其实都是不合理的。两个是同时出来的啊。那么从这个同时出来的道理，我们就可以怎么样正式的把这样的情况啊，找到它的道。 我们看他的总结：是故当知见已色空，即无处所；即色已见，恶处希望，本分因缘非自然性。所以我们可以知道，当我们眼根去见色尘的时候，产生一种因缘所生法。我们前面说过，一切浮尘诸幻妄下，那么它是怎么样呢？即无处所，就是我们前面说的，当处出生，随处灭尽。 我们看佛陀在发明一切法，即空即假即中啊，在发明即空的时候啊，它的特点就是找到它没有处所，就你从什么地方来，结果密知了不可得。如果这个东西是有自信，它一定要有一个处所，它才能够有自信的。但事实上，当我们眼根没有看色尘的时候， 那么那个色相根本不存在嘛，是因为你要念头一动，两个才有；你念头不动，两个都没有了。对，我一多，我一大师说啊，说这因缘所生法是这样哈、啊，就未生无潜处，它还没有生之前，也不知道潜伏在哪里；正生无住处，它正在活动作用的时候，你可以受用这个术理的时候。 它也没有一个一一指的处所，只是一个假象而已。未生无浅处，正生无处处，生已无去处。等到你不看它的时候，它也不知道跑哪里去了。所以结论既无处所，它是言生无性，当体即空的。啊，这个是讲它的一个因缘所生法，当体即空。我们再看它极假，极色已见，二处希望。 虽然他没有处所，但是众生因为他过去的业力啊，他会行他的业力，显现出他一种暂时的假象跟暂时的作用，啊，所以他的假名、假相、假用，啊，这一下看集中。那么他的真实的道呢，是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，因为他祭祖不变之体，所以他不是因缘；但又他随缘之用，所以他不是自然。 啊，它不是单一的因缘，也不是单一的自然啊。那么，这个就是集中的道理啊。这以下都是在发明啊，这个十二处啊，即空即假即中啊。比方说，我们看水，这个水，当我们眼睛跟水接触的时候，就产生这个因缘所生法，我们看到一个柔软清凉的水。 但是鬼鬼神道的众生，他看到水，比如说你在失水的时候，他看到水，他用他的眼跟看他的看到这个同一杯水呢，他看到是一个猛烈的热火。所以你不能说说水有真实性，水要有真实性，应该所有人看水都是水才对啊，因为水是有真实性啊。那么佛陀看他也是水，鬼神看他也是水。 蚂蚁看到应该也是水才对啊，那事实上不然。每一个众生呢，行业发现，我们看到它是水，鬼神道看到它是火，天人看这个水是一个琉璃的庄严的一个大地，所以它只是怎么样呢？一个假名、假象假用。你的福报，你改变了。 你看谁就已经不再是谁了，啊，所以这个色程本身是不不真实的。你看那个我们我们讲这个世界好了，你看这个每一个人住在这个世界，你看到的这个色程各式各样。我们看广青导师上的开示录啊，他的回忆录啊，过去在中国的时候。 有时候，八年抗战啊，抗日战争那是非常严重的，死伤非常多人。一般的老百姓啊，他眼睛看到的、啊、就是那种杀到遗忘的境界，不是谁把谁杀死的，就是谁把谁杀了。广清长二三八年当中都在闭关当中，他除了入定起来，就是把那个地下的地鼠挖出来吃，吃完以后再去种。 在这个八年当中呢，他不知道发生战争了，他不知道有这件事情，所以他的业力没有，他没有这个业力，所以他的眼睛看出去就不会出现这种影像嘛。所以我们说，我们所受用的射程，它不真实嘛。同样一个世界，十个人住在这个世界上，每一个人看到的影像是不一样。你比如说佛学院。 这将近我们三十个人，我们看的色的色尘，每一个人各式各样，不一样。不报道的人看到的色尘是美妙的。你业障重，你看到什么东西都不顺眼。那这是什么？就是即空即假即中嘛。色尘本身不真实。那么即假，因为你有业力，所以你看到这个东西。即中，空有无碍。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从色尘当中呢所得到的启示。其实色尘啊，它是当处出生，随处灭尽，它只是幻妄称相，有它暂时的假象。但是它的道理呀、啊，就是如来藏王妙正中心，如果你能够从这个事相悟入这个道理，那你依着这个道理来修学，就能够成就佛道啊！你要被事相所迷惑。 那么它就对你产生障碍，所以我们很难说哪一个法是功德是过失，就是巧妙在于你的这一念心啊。好，我们看第二段的明听以声，听是一个内触啊，声声音的生成的是外触啊。那么当这个听跟音声接触的时候呢，构成一个因影所生法。 当然是一个变化多端的，但是在变化多端的背后，它的体系呢，却是不生不灭的如来藏妙真如心，它是永远保持不变随缘随缘不变的一个真理存在的。啊，我们应该把这个真理找出来。啊，看经文，阿难，如更天子其多严中，十伴击谷，众击壮钟，中古音声前后相续。 以迎合此等为是生来耳边而往深处。先把这个恶处的因缘呢标出来，说阿难，你应该要去听啊！你平常啊也经常去听啊，听什么呢？听到这个奇陀花园当中的金色啊。当我们要吃饭的时候啊，这饮食已经盛半以后啊，准备妥当以后啊，第一个是集骨。 啊，集股就是我们现在打板。那么集股的意思就是说呢，先把大众事先集合起来。第二个呢，撞钟，那么再正式的用餐。如果没有集股啊，马上撞钟啊，大家来的时间不一样啊，那么吃吃饭就会产产生一种啊前后的参差的不齐的情况啊，所以一定要先集股集中。 然后撞钟呢，在正式用餐，所以在整个吃饭的过程当中呢，是钟鼓音声前后相续的啊，先击鼓再撞钟啊，它有一个前后的一种相续的音声。那么这个时候，我们对这个鼓声、钟声呢，是听得清清楚楚啊。当我们用耳根听到鼓的声音，听到钟的声音，就构成了一个呢音缘所生法了。 我们可以感受到鼓的声音的现前，也可以感受到那个钟声的现前。每一个人都受用这样的一种音声啊。好，那么这个音声的影像是哪里来的？以银河此等为是声来耳边而往深处。说这个声音呢、啊，为什么你听得到声音呢？是因为声音来到我的耳边，所以我听到声音。 或者说是我的耳根呢，跑到声音的处所，所以我才听得到声音。到底哪一个是对的？啊，我们看这个佛陀的开始。阿难，若复此生来于耳边，如我起时是罗华城，在其陀林，则无有我，此生必来阿难耳处。暮年加设音不具闻，何况其中一千两百五十三门，一闻钟声同来十处啊。说阿难，假设。 说是这个钟鼓的声音呢、啊，是来到耳边。所以我吃饭的时间到了，听到钟声鼓声啊，是因为钟鼓的声音它跑到我的耳根来，了，所以我听到。那么这种情况呢，佛陀就讲出一个譬喻，说，比如说我，这个我是指佛陀。那么我已经到世陀法城去乞食了。那么这个时候，齐陀里的金色就没有我佛陀的存在了，因为佛陀只有一个啊。 我到世罗发城，那么七金色里面就没有我了嘛？那么这个我是比喻谁呢？比喻这个钟鼓的音声啊。那么钟鼓的医生就一看一下，荷华了，说、啊、这个钟鼓的音声是假设跑到你阿难耳根之处所，那么声音只有一个啊，那么他已经跑到你的处所了。 那么其他的比丘啊，木莲尊者、迦摄尊者，应该再也听不到这个钟声的声音了，因为他跑到你的处所去了，他被你听光了，啊！更何况，事实上在金色当中，只有一个钟声，但是却有一千两百五十个沙门呢，都同时听到钟声，都同时来到处所，所以说是声音跑到耳根啊。 是不合道理的，不合道理，因为你跑到你的耳边，那大，为什么大家都听得到呢？啊，所以这个是不合理的。我们看第二段：若复如耳往彼身边，如我归住其多行中，在世若发生，则无忧我。如闻鼓声，其耳以往击鼓之处，钟声其出，应不俱闻。何况其中象马牛羊种种音响。 说是我之所以听得到声音啊，是声音啊，是我的耳朵跑到声音的地方去啊。说是若夫如耳往彼身边啊，是阿难尊者的耳根前往声音的处所去了。佛陀要讲出一个譬喻，说，比如说我佛陀，我现在已经回到了奇陀树林的金色，那么这个时候在斯陀伐城也就没有我的存在。 因为我只有一个嘛，我从斯多法城回来到金色，这个时候斯多法城就应该没有我。那比喻什么呢？比喻说啊，那么我们听到鼓声啊，那么我们的耳朵啊，阿兰尊者的耳朵呢，你已经往鼓的地方去了。那么等到钟声再出来的时候，你应该不能再听到钟声。 因为你的耳朵已经跑到骨的地方去了，跟骨结合在一起的。当钟声出现的时候，你耳朵已经不在了，那你就应该听不到。当这个钟出来的时候，你你的耳朵已经不在了，那你应该听不到钟声才对啊。更何况你不是听到鼓声、钟声，同时在吃饭之前，你还听到象声、马声、牛声、羊声种种的音响。 你都能够同时听到，可见得我们的耳朵跑到声音的处所是不合道理的。好，那我们再看第三个，没有来往，若无来往，亦复无闻，所以我的耳耳根跟声音完全没有交集，各走各的。那这有问题啊，完全没有交集啊，那你就完全听不到了，也就不能构成听闻。 能听的耳根跟所听的声音一定要有交互的接触，才有产生一个听闻的这个声像出现啊！所以完全没有往来也不对。那么到底什么是对呢？这当中的道理是怎么？为什么我们可以听得到声音呢？这是怎么回事呢？看佛陀的总结：事故当知，听你音声，既无处说，即听已生，恶处虚妄。本分因缘，非自分心。 因为当我们的耳根听到声音的时候啊，产产生那个音响的假象啊，它是不真实的。这个不真实很重要，如梦如幻。如果声音是真实的，那就很麻烦了。啊，真实的声音都被你全部听光了，其他人就听不到了。因为它不真实，所以呢，也就很多人可以受用。 因为它不真实，因为它当体即空，啊，因为空所有就有无量无量的差别相会出现啊，所以既无出所呢，就是讲它是延伸无心当体即空。那么集体以身恶触希望虽然极空呢，但是当我们耳根跟声音接触的时候，也会跟着个人的业力的不同呢，而显现种种的假象，跟它暂时的作用。 而它的本体呢，是如来藏妙真如性；它的作用呢，是一个声响的假象。但它的本体呢，却是不变随缘、随缘不变的一个真实道理啊！所以，这个音声本身也有很多的道，很多的道啊！这个世界男高音的帕帕罗蒂啊，他。 刚出道没多久的时候，他在欧洲啊做各地的一个巡回演唱，因为他那个时候啊在花音的时候啊，他不太会用整个身心世界的调和来花音，所以他一唱完的时候非常的累，所以那一天晚上他住在旅馆的时候啊，早早就把灯关了就休息了，因为他非常劳累。但是睡睡睡睡正睡着的时候，快要睡着的时候，旁边有一个婴儿啊。 这个婴儿是一个哭夜郎，一到晚上就哭，哭得特别大声，哭得他根本就睡不着。他想说啊，看你都会哭嘛，你总哭一段时间总会累嘛。但是他面这个婴儿一哭啊，哭了一两个小时。这个帕瓦洛蒂突然间呢、啊，若有醒悟，他说：“哎哟我唱歌的时候啊，唱一两个小时就很累很累。这个小孩子唱的哭了一两个小时。” 从头到尾声音都没有降低呀、啊，<laughs> 这是什么道理？他突然间讲从会事入理，他说哦，原来婴儿的体他们的生理结构跟我们不一样，因为他各方面的发音没有完全啊，他的喉咙、他的气管、他的腹部啊都没有完全，所以他在发音的时候是整体是协调的。那我们长大以后，我们的喉咙是喉咙是独立的。 气管是气管，所以腹部是腹部。既然独立，就很难协调了。你有你的作用，它有它的作用。所以我们会很照做的，是从丹田、从气管、从喉咙发声，因为我们的功能是完全独立、完全成熟、长大。那因为我们唱歌的时候太过刻意的用力，结果我们非常累。所以他从音声当中体会到、啊，一个人要声音唱的好听，要唱的持久啊。 你必须放松，把自己空掉。你观想你是婴儿时期啊，就是很调柔，身心协调，在极度放松的状态，你唱出的声音不但好听，而且不会劳累。所以你看，他从婴儿的哭叫当中呢，他找到的唱歌之道，<laughs> 唱歌之道。那么我们一个人执着相的人，我们就很苦恼，被这个声音所障碍。 所以呢，我们如果从世间当中啊去找到他的道啊，那么我们就能够得到自在啊。当然，这个道只是一个世俗之道啊。所以维大师说啊，我们从生命因缘当中找到极空，你以后呢就能够显现方便有意图；你找到极假，就能够显现十报庄严土，你找到极中。 就能够找到长集光净土。如果你在生命因缘当中呢，你产生取向执着，那么你永远，我们永远显现的就是三界的这个所谓的翻身统计图。啊。所以这个把这个道找出来啊，就影响到我们整个未来的生命的一个处所啊。这个地方讲到阴森的道理啊。 我们再看此山，名秀以香及藏性。秀是一个鼻根，它是一个内触；香呢是香尘，是一个外触。啊，当内触跟外触接触的时候呢，产生一种啊因缘所生法，但是它的本质却是如来藏妙真性。我们看佛陀的开示。 阿难，如右嗅此如中旃檀，此相若复燃泥一株，是多发成四十里内同时闻气以因何此香为父生旃檀木，生尼如鼻为生尼空。先把这个内外两种处所的相貌标出来。说呢，阿难，你依指你的鼻根啊。 去嗅这个香炉中的旃檀，那么能嗅的鼻去接触所嗅的旃檀香的时候啊，能所的交互作用就构成一个因缘所生法的一个假象现象。那么这个地方就佛陀提出一个问题，说这个香啊是一个旃檀香，因为它出出自于牛头山，所以又叫做牛头旃檀。 它是世间的宝物啊，只有在佛陀跟转轮圣王出世的时候才会出现于世间。这个香有什么功德呢？我们如果是燃烧一株啊一两的话，是二十四株啊，所以等于二十四分之一两，很少很少啊。那我们燃烧一株的话呢，在整个四罗华城当中的方圆四十公里之内呢，都能够闻到它的香气。 那么你的心中意识如何呢？这个粘痰香气到底是怎么来的？啊，说是生你粘痰木，是粘痰木所生，还是你的鼻根所生，还是虚空所生？啊，就是你从什么地方来？啊，我们的确，我们点香的时候，每一个人闻到了香气，那么这个香气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提出这个问题。 我们看经文：阿难，若复此相，生于如鼻，称鼻所生，当从鼻出。鼻非粘痰，因河鼻中有粘痰气？称如闻香，当以鼻入，鼻中出香，所闻非性。说是我闻到的粘痰香气啊，这个香气是从鼻根所生。说假若这个香气啊，是生于我阿难的这个鼻根，那么这样子呢？ 就是鼻根所生哦，啊，那么既然这个香气从鼻根所生，然而我们的鼻根呢，它是一个肉做的，它毕竟不是粘痰木了。那么不是粘痰木，是肉做的鼻根，这怎么能够产生粘痰香气呢？这个不合道理。这是第一个问题，第二个。 说是鼻根能够产生香气，这个地方有问题说。说称如蚊香当以鼻入，身为一个鼻根，我们有蚊香的功能，所以才有资格叫鼻入啊。他那个鼻根能够入于这个香尘嘛？什么叫鼻根？就是你有闻香的功能嘛。现在不是你的鼻根当中呢？ 去产生香气，那这样子你的鼻根变成一个所闻，本来鼻根是能闻嘛，那么你现在鼻根变成所闻，那么所闻会意那就不合乎一个闻的功能跟名义的，那你这个鼻根变成所闻，那这就不是鼻根的嘛，它变成一个相成的嘛，所以鼻根产生香气，在这个名词定义上是不合理的。 说文会不合道理啊！第一个，你的鼻子又不是粘檀木做的，怎么能够有香气？第二个，你的鼻子是能闻，它不是所闻，人所不能不能够混蛋的啊！那么，这是从这两方面来破、啊、香气出于鼻根啊。看第二段：若生离空，空性常恒，香印常在，而皆如中燃此枯木？ 说是这个香气啊，是生于虚空的，是虚空所生。那这有问题的，虚空的体性是恒常存在啊。那你应该经常听到、经常闻到这个香气啊，你就不必假借这个香炉当中呢去燃烧这个旃檀木了。事实上，我们要没有燃旃檀木是没有香气的，所以虚空所生不合道理。好，看第三段，若生一木。 若生梨木，则此香子阴热成烟；若鼻得闻，何蒙烟气？其烟腾空，为其谣言，四十里内应何以闻？啊，我们一般的执着大概就在第三个。我们闻到樟檀木，我们会说：“哦，这个香气是樟檀木来的。”但是佛陀说这个观念是错的。我们看，说香气是决定生于樟檀木。那么这个地方有一个问题说。 则此香之阴热成烟。这个粘檀木的这个香的本质啊，这个木质啊，我们应该是要把它燃烧成烟气才能嗅闻的。什么叫香？你一定要点过以后，它的香气才会出现。这个是香的本质嘛。没有人说香放在那个地方就有香气，一定要怎么样？阴热成烟。 因过火燃烧以后产生烟气，才能够去嗅，啊，这才合理。落鼻得闻何蒙烟气？所以我们要闻到，既然它的香气是因为燃烧的关系产生烟才有香气，所以我们鼻子要去嗅这个香气呀、啊，一定要怎么样？一定要蒙受烟气，我们鼻根要去接触这个烟气，才有香味嘛。 因为它的香味是怎么样？是在这个烟气当中嘛。所以，身为一个鼻子要去闻这个香气呢，必须要去蒙受烟气，才有香气啊。但是，我们燃一株的时候，四十里内都能够闻到香气呀、啊。而这个烟呢，刚开始腾空，还没有到，还没有花散到很远的地方，但是四十里内已经全部都有了闻香了。 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所以说，香气从木头而生也是不合道理。那么，你说这个香气到底是怎么来的？你从什么地方来？啊，看佛陀做一个总结。是故当知，香鼻以闻，既无处所；即嗅以香，恶住希望。本分因缘，非自然性。那么，这个鼻根跟这个香尘啊。 它是没有处所的，它是延伸无性，当体即空的，它没有一个来的处所，也没有一个去的处所，所以它它是没有真实体性的啊，所以当体即空啊，它所谓的当处出生，随处灭尽啊。但是当它在作用的时候呢，这个鼻根跟香气一接触的时候，也的确循着个人的业力会产生一种。 它的一个相的假象跟相的作用，有它的假名、假象假用，这的确是有它暂时的作用，这点是不能忽略的。所以它因缘即假，但是它背后的道理呢，却是如来藏妙真如心，众生本具、诸佛所证的一个不变随缘、随缘不变之体呀、啊。我们解释一下哈，就这个相是哪里来的？那个人记的意思啊。 香呢是清净本然周遍法界。从那一经的观念，其实旃檀香是经常存在的。你点那个木头，点那个旃檀的木啊，只是把那个已经存在法界的香，把它显现出来而已。香是本来就存在的，每一个地方都有香气，厕所都有香气。 你不要以为说是那个旃檀木把香创造出来，不是，他只是把它显化出来。如果说是从木头而来，那为什么他一点四十公里都听都闻到呢？那不不合道理啊！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个观念哈、啊，就是说啊，宇宙间的法它是清净本来作遍法界，每一个法都是本来都存在的，但是你有这个业力。 你就把这个法显现出来，他有这个业力，就把这个法显现出来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同样在一个环境，每一个人所看到的、所听到的是不一样的。其实，身为一个佛学院、一个场所，好坏都存在，每一个法都存在。那每一个人寻他的业力呢，去看到、去受用他他自己业力这一部分的因缘所生法，这个就是所谓的即空、即假、即中的道理。 这个真世间是这么回事的好，好好，我们休息十分钟。